冷气的空气含量过高，不仅容易引起感冒哦，还可能诱发鼻窦炎，甚至造成失明。其实如果说一个感冒哈，一个鼻窦放太久的话，你突然觉得哎，怎么眼睛眼窝怪怪的，眼睛开始肿胀，然后后来去被诊断是哦眼窝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